狙倒了一个，右边把左边狙倒了。我擦，这里面有一个人，看到没？那个对吧？左边石头。我这个草很多。好，记命令，我们位置非常差，别眨眼，别呼吸。这边他们俩人对啊，来个电命拳吧，不要让我再跑了，我操！唉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，老粉丝把那两个字给我打在公屏上面。远点，两个打起来了。还有四名敌人，还得打。OK，不是一打四就好了。一二三，几个人啊？一二三四，一打四了！我操！闭上眼啊！我他知道我在这儿，他妈挂逼这个人，兄弟们！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一打四变成一打三了啊！
就我俩就只能有一个得先死，先吃毒，应该他先吃毒。哼，谁他妈先吃毒啊？打不了药。哼，跟他沟通呢，搁那。谁先吃多的俩？肯定是你先吃的呀！投降吧，投降！他先吃，看到没 ？OK。操你妈！他拿个大喷子，你妈了个逼！我拉大喷子，这件完成单人自拍竞技模式绝了圈，一位是逐个击破完成15杀事件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小六走一波呀！观众发他们送10个奖品啊，然后大家想买号卖号了啊，兄弟们可以加一下屏幕上面的微信。全网最高价收号，然后想买个皮肤号，像我这种绿头的，加屏幕上面微信就可以买到了啊。然后现在任何人，你哪怕你不买东西，不照顾生意，加微信之后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免费领取福利啊，皮肤啊或者是加速器啊都给兄弟们免费送。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福利即可领取，我们是冠军。亏也，实在是有点亏，操！我真他妈佛了！那人就他会玩，就他有枪，就他活着。泰哥又来了，泰哥是100%能拿到空投的，这个图最好追了，加油，这把一定可以。这边呢就挑这边干他，这三个都在这边，这边没人，大堂没人，大房子没人，很好。这把绝对不使，你就看着就完了。小傻样儿。
我操，这他妈不一对呀，是什么意思？妈耶，两队人呢这。他了，完了，他没求生欲望了，附近没人了，连个求生欲都没有。哎，他有车。走啦兄弟们，直接冲往工头补给站，完美前期。我要拿 MG3， 我要拿妹酷，我要拿 AUG， 只要是一把工头枪我都喜欢啦。狗现在可以玩了，兄弟们 ，MG3 现在老猛了。我要它。AWM P90点不着啊。三根针嘞，那个枪，哦，这把还有点穷，说实话。给一把枪。肯定是990啊，玩 MT3 玩的就是它990的测速，高测速模式相当于一个全自动妹控呢，75发的全自动妹控，你想想，猛不猛？说了的真干净，那必须的呗。真肥呀，这地上这么老多装备。收点基础配件。
藏在哪儿呢？哦，咱们去杀人啊，去这边找人杀，这边我们来，从这边来的，去扒拉车吧，那扒拉有点远，这边看看。这一波没少死他们，就这呀。你们三个用脚玩的呀，我他妈的是时光停止弹吗？啊？这时光停止的震爆弹，时光停止弹。这一个白给个哥们白掉线了是吧？这件完成一穿是直接一个白干掉线儿，电脑配置也太不行了。来找我优化一下吧，哥们儿，加屏幕下边微信，帮你提高游戏帧数，提高稳定性，好吧？你这个优化太不好了，这明显就是优化问题。你找我优化一下，给你优化一下稳定性。你这一个白他妈干掉线了，能行吗？不行啊！我操！我看他手里捏了个瓶子，我操！老搞笑了。这四个人头拿的舒服呀！看有人说脏话，对面那个人听到了吗？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到，我听到了，反正。他说什么玩意儿了，什么妈的，什么玩意儿的，说脏话，没素质。但他骂的不是我，他骂的是他队友。
他又来了，这边人打架，我大车呢？我是有大车的是吧？我靠！怎么去不着啊？OK， 直接咱们冲往中心点，去这儿。他妈真敢追是吧？我操，还真敢追是吧？真狠呢，两位小伙儿。不杀了你俩，我就别想走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十九命点，直接完成巴萨。这两个小伙不要命啊！我操，这么也爆炸！还有十五名敌人，兄弟们，我还是想上去狙他，把子弹都射完了得桥上还有一个跑的，
我操，这人铁做的呀，一枪大狙，两枪破枪不死。OK， 把他补了。呀，他队友还在附近啊！快过！准的一批。过点就死啊，来再过点你试试。哦，算你命大耶，但我绝对会把他俩干了的，绝对会干他俩得了。这些玩意儿十二杀，这两个人绝对举报我。他俩，你知道他俩什么是什么感觉吗？他俩那边的视角感觉就像一个挂在追着他们打，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特别的惨。还有11米的人，目前带着400经济，我是12杀了啊，非常完美的前期，完美中期。睡着了。哦，大狙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，知道吧？嘿 ，WM， 这是我丢的，好兄弟，刚进直播间吧？放在这儿。还有8米的人来，哦，不是天命了，兄弟们，不是天命就有点难了啊。正在饮料，开始进攻了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、啊、兄弟们，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这边进圈非常困难，需要兄弟们的
加油打劲啊，兄弟们，两个字，我在兄弟们的心中是个什么玩意儿呀？两个字，他说在右边来了，右边没人了，往前压，车就不开了。这应该是那个98K这个人。你看，我就说他看的方向是绝对有人的。好，六名敌人。一打三，别眨眼，别呼吸。我两个远点烟，骗他们，让他们以为我在圈外。Three, two, one. 标志右边。这届大家单人四排竞技模式二十杀之间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的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穿肠论杀，可以呼吸了，兄弟们。笑料，兄弟们。大家气。穿肠欢呼起来好吗？
带给兄弟们是全网最高的单人试牌啊，六遍。刚才我看有人弹幕问了啊，兄弟们说，有不玩的吃鸡账号怎么办？兄弟，你可以加上屏幕下边的微信啊，屏幕上边的微信啊，可以帮你免费估价。然后的话，觉得合适的话，就把号卖给我，我们这边全网最高价收号。然后呢，想买皮肤号的，加微信之后看朋友圈，有几十种的皮肤号任你选择。现在任何人啊，任何人只要看主播直播的，给兄弟们发福利，加屏幕上边微信，回复“福利”两个字啊，免费的领取一个。加州戏或者是游戏里边皮肤啊，随机给兄弟们送，反正给兄弟们送福利啊，免费的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。世界赌场走起，晋级巨人包拉人太快了。对，如果我要是打单人四排的，对面有这玩意儿，他妈很难受的。拿枪死的，撤！
过来啥呀？过不来了他。哎呀！来斗鱼搜索，来斗鱼搜索橙子，教你单词，兄弟。哦，搜索你啊！你个小渣渣。就你这，就你这走位，直接一雷给你闷闷了，还跟我说我渣。这人单是排的，排得过他。想学 EV 系还得来找我没有 DB， 哎，我好像对，好像有一个人有 DBS 啊，对哦，有一个人有 DBS， 我听到枪声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把那个 DBS 给他找着，太对了，这观众得老细心了，不说我都忘了，但是他搞哪儿呢？搞这儿呢，是啊，咱们这边很多跑车的啊，神抓了。坏了！今天我不弄死你，我今天。蹲车是吧？你说你惹我干嘛嘞？啊？要我走了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？我人都走了，你非得打我，让我回来弄你，那不就弄你来了吗？落地巴塔，完美前期。今天不杀了他就别想走是吧？这条航线直接冲一点，
用点这个骨仓可以的。马棚。整个三级套，我操，这把是真完美。你还看我啊？你还看我是吧？看啥呢？我在对吧？我在等一个瞄你的位置，你呢？卧槽，大狙！来，你一下把我爆头。那不能就完了，大狙嘿，兄弟们，三一套来了。一喷一狙，你看我这边拉点，他不知道。有这边白到他了，白到他，我换了个点，看到没？这就是细节。跟三那个大狙一队的吧，应该把他给补了的。直接完了吃杀，没甲了，我要用他的甲，知道吧？带大还带大仓，我附近都是车，我操，这么老多，乱七八糟的，怎么这么多车呀？
AWM 就在那个仓库里面。他下学他要开车走，我也要开车走，我要训底边一会儿。马鹏找个甲可以的。这有好甲。假的遍地都是，知道吧？山顶还有人，这个是开山顶的 SKS 九八 K。OK， 换了个地方，兄弟们。还有四区面地战，这个圈我们打过啊，最后应该就是这种防区加水的圈。主播，我有不玩的游戏账号怎么办呀，兄弟？你可以加一下咱们屏幕上边的微信啊，咱们这边传网最高价收号啊。你要是想把自己的账号换钱，可以来免费估价。觉得合适的话就直接卖给我，你想买号的话，对吧，你就直接看朋友圈几十种号啊，然后呢任你选择各种双马尾绿头啥的是吧，都有。然后的话你不买号的话啥也不干，加微信也有福利啊，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一个加速器或者是皮肤啊，兄弟们可以加屏幕上面微信这位水友啊。主播在游戏的阶段的话就很少回复大家的问题了啊，总之一句话，你加微信就对了。刚才我看到100多个弹幕都在问呢，都在问。还有13迷你人，目前已经带着400经济波是十杀了啊，没有赛套，看看这赛套我们能不能追哈啊。你的电脑帧数太低怎么办？也是加咱们屏幕下边的微信啊，屏幕上边微信，回复提高帧数就可以了啊，他会告诉你一个价格的。欠条，我操，空头砸脸啊！
OK， 绝活来了，一喷一狙啊！打倒了补不了啊，咱们也不打。能补了咱们再打，有脱腮把吗？还打不了他，这里有四个人呢，哎呀，感觉好勇猛啊！怎么人家发现我了？完了，四个人就是牛逼啊！看起来就是有牌面。八名敌人，他们就四个人，四一二，多少个了？四加一，现在就剩七个人了。他们四个还有三个人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俩，差不多了。这个人数分布我基本已经 OK 知道了啊。左边的面前这个是个转移了，都在边边打架呢，是都打架呢。后边怎么还一个 M24 人数，有点算不过来了。一个他妈这么多烟啊，对宝啊，不用跑多，兄弟们，非常舒服。
时间突然变得好安静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仨。别急啊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仨，是我目前收集到的信息。那么还有一个圈就到了我们的梅花庄了啊。我觉得我可以爬顶上去，我这个位置其实下去就不好了，下去我就要跑了。有人往左边拉，哎呀，梅花庄在这儿，我怎么进圈呢？蚊子，爬这个小坡，那小坡是圈吗？哎，面前小坡是圈。一直在打倒，补不了。缩圈了，没有尿了，兄弟们都喝完了。小靠老趴书。梅花庄决战还有五名敌人，嗯，他妈他们好像是四个人耶，兄弟们。慢慢打，慢慢打。
毒死了！他在家里边夫人被毒死了，兄弟们。直接完成决赛圈混烟一 v 四，拿下本场的冠军。我们是什么玩了？我们是燕王，以后就叫我燕王吧。我们是冠军，这不混烟牛不牛逼？四打一的局，混烟挨个喷，可以吧？小六兄弟不？关键发送数十个奖品啊！兄弟们，大家想免费估价的啊，想把自己的账号换钱的啊，加屏幕上面微信，传网最高价收号，然后想买号的看朋友圈就可以了。任何人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回复福利，免费领取一个福利啊！我们是燕王，帅呀！歌主决赛一 v 四啊！说呀！这把是艾德格，兄弟们，艾德格再见，喧嚣中你。如果这个 S 层有人跳的话，我们跳这儿也行。有人跳这儿，我们也跳这儿吧。落地杀，输出一匹。两三队看到没，这比别墅爽多了。而且这房子少，杀的也快。这不直接穿树叶把它给穿了，牛不牛逼？还抢了他个人头，爽不爽啊？
突进，这边还有三队呢，现在咱们慢慢杀啊，一点一点推。这把路子全靠我这物资算了，物资还是别要了，物资是垃圾，兄弟们，从来不认识什么物资，只认识我的 DBS 哥哥。啊！我最讨厌别人就穿这个。把他干了去。完了，盲射啊！三血不活反杀俩人，牛不牛逼？换个位置，上来之后他就扑空了，看着啊。换个位置，这个人直接杀了。我靠，我没分着，直接拿下，意味是横尸遍野。帅不帅这一波？一丝血了，我就知道他们这个人绝对会爆点。这个人差一枪，你们赶紧冲他。这个时候我打药是一定会死的，我必须要瞄着门口，来一个极限反应，一定要比他打得快。因为他们知道我采取这个信息，他们绝对会着急，是吧？他们就肯定会急。那只要我喷得准一点，其实我还是跟满血一样的，丝毫不慌，临危不乱啊！落地完成，意味切，帅！帅炸了，兄弟们！落地三队应该没了啊！DBS 来的太好了啊，来的太那啥了，这波要是物资的话绝对是不行的，知道吧，物资不行。
一定要 DPS 的。这边有刷车点啊，咱们找车走了，拿城里边那个刷车点吧。走，注意点数啊，注意点，兄弟们。进圈的时候，兄弟们可以加加屏幕上面微信啊，回复福利，任何人免费领取福利一份啊。我操！我的巴沙来了，兄弟们。你说真是，天堂有路你不走。招我，你真是招死啊！你说你活着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哦，给我送 Barry 的是吧？我靠，还拦我的车嘞！怎么还剩了一个呢？是不是找死？这就是找死啊！还有24名敌人，我们已经巴杀了，非常完美的连击啊！人数也是非常的舒服的，节奏感非常棒，最完美的状态了。直接黄点，冲了！全军防霸主啊，还找我的车，这是一号点有一个假车库啊，这个艾伦格假车库也是非常好守的。这不是那个卡车库房，我操！
这是那个迷宫楼房，也行吧。记错地儿了。不过冲过来的时候没人就是好房啊。OK， 这波我看看啊，这个圈这也不错，这边一会儿也可以过去，很好。一会儿的话，我们这个房间这么大，一定会来人扎的，先把他们嘎溜啊，嘎溜。绝对会有人来。橙子玩 FPP 吗 ？FPP 不玩。FPP 的话，那些人怎么说呢？都能秒人，不太好玩，知道吧？很难一 v 四人那玩意儿。为什么这么帅？嘿嘿嘿嘿，确实帅。FPP 可以玩，也可以一穿式，但是呢，没有什么观看体验，打法也会非常猥琐。没有什么视角盛宴，大家知道吧？哒哒哒哒。玩 APP 的人也少，主要是人也少，基本一经常玩的都是那种老油条了，难杀的很，都个个贼精，你知道吧？新手是不会玩的，都贼精。供楼现在给你喂一波投掷物，没啥意思。哪像我们 TPP 干就完了，平地干啦，直接被秒，是不是？还有17米的来缩圈啦，第四圈他来了，看一下这个圈给谁的。好的，很明显不是给我，但是我可以不走，移一下，反正我这儿也没来人。不过第一人称确实挺能练技术的，如果你是个新手，你玩第一人称，然后你再去打第三人称，你说不定会很厉害，会有技术的提升。就去肉点，知道吧？去肉点，你就可以把敌人的这个，把敌人的这个，啊，就是你可以打敌人的提前枪啊。当你会打敌人的提前枪了，说明你的听的脚步的话也是非常的精，对吧？精细了。
来了。这车没搁我这儿来啊，往这边开了。下一圈得扎点啊，这圈挺玩人的，挺玩我的，因为我没有狙，这种圈拿狙还能打一打，就是我近战的，如果近点不来人的话，是一点，对吧？一点进攻的这个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就是说硬扎了。人家房间本身有人，我开车直接撞，只有这一种办法了，非常危险。往下圈，哪个房间在圈，我就扎哪儿。好，就标点这个，标点就是单独的这个，我能看到。哦，我空投嘿，可以把这空投顺路捡一下。会不会捡中球啊？好，没人打我，这边也没人，看起来。就把车暂时停这儿吧，这能保车。我靠，这三叶草拿的，奇妙啊！现在海景房没人，这海景房因为有人的话早干我了，他没人。很好呀，这位置，中心点呀，兄弟们，这一把又要急了啊！都来干我吧，来吧，尽情的，不要因为我是朵娇花就怜惜我，快干我，来多点人好吧，就不怕别人冲我的房子了，尤其这里边还有浴缸啊，浴缸房，怕谁呀？哎，我们刚才标点，我们来的地方有个人，哎，看到没？280方向。我们刚才来的地方有一个神奇，来车啦！来车第一时间要必须要给他打跑，吓他，不能让他贴着我了，贴过来就完了。上面有人了，快点这儿。OK， 现在只有这两，我面前这个厕所跟我是安全区了，大房子都没有了，嘿嘿嘿嘿，这就有点舒服了啊，属于天命圈啊。
没了，就这三个，原地还有一个。我操，这么猛啊！我寻思。我操，这是谁的部下？这么勇猛、啊？我就知道要被冲，因为我这个位置中心点绝对会被车干的，但是呢你干不过来的，好吧，直接完成一穿四。你可以干，但你干不过来的。三个人一起冲啊、哦、啥用呢？即使敌众我寡，末将也能万军从中取敌人首级。兄弟们，一穿四，好吧，一点都不慌。还有四名敌人，兄弟们，别眨眼，别呼吸，还有四名小敌人，看主播怎么杀掉他们啊！这人在试探我，他们对我也有想法。那我就是同心圆，咋的啦？中心点儿在西，好吧，我还是中心点儿。我这位置就是牛逼啊。OK， 好吧，没事，但是我这位置也很好，不是同心圆更好，可以把屁股清干净，然后往上推了啊，很好。这个人就是想搞我，知道吧？他在试探呢，他一直搁这试探我，挑战我的底线。这老登，再看我这里边有几个人，但我就不扫他，我就要他以为我这个地方啊很熊，很好惹。他慢慢放松警惕，他就完蛋了。这雷跑不过去，有一个树杈挡着。人数的话，应该是一二一，山上有个大炮。哦，二打二，剩四个人，二打二，山上两个。好的，车后一个，山上一个，兄弟们没了。一打二吧，这两个人小位置你还别说，还挺难搞的。哎呀，别眨眼别呼吸啊，看主播如何处理这种局面。
直接来一个五雷轰顶。一枪，这会儿不要补他，让他报位置，知道吧？这几个雷扔的真不错啊！乱杀，直接拿下，单人四排晋模式，身五杀自己转圈一为二，直接四颗手榴弹将他带走，这一个人必死无疑。我们是什么玩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刚才有人问说，主播有不玩的吃鸡账号怎么办？想买一个游戏账号怎么办？兄弟，回答一下你的问题。你加屏幕上面微信，我们这边全网最高价收号，你有不玩的账号可以拿来换钱啊。然后呢，想买游戏账号的，加屏幕上面微信之后看朋友圈，有非常多的皮肤账号任你选择，什么绿头啊，各种绝版皮肤啊。然后你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，即可免费的领取一份福利啊，每个人的专属福利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，帅。感谢脸颊的办卡。再来一把豪宅。把 EBS 带走。
好，还有一队啊。还有两队，兄弟们。主要是二楼有人，妈的，不好直接上他。二楼有人，不打他俩，我知道在水池里面，不敢出去。我操，他扶人我都不敢出去。二楼居然不打他俩哈。倒霉蛋，还是遇到我了，宝贝儿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应该是个妹妹，这应该是个妹妹。阿爸今天必懂。我操！你这个老爷们儿，你穿这么粉干啥呢？嗯？他们一律都是粉粉的哦。二楼那个没事，那应该是个喷子。男妹妹更喜欢了，Hello, 兄弟。
Hello， 兄弟，呜呼，兄弟啥呀？就这个呀？还有我兄弟呢？我可没这么菜的兄弟啊！直接拿下落地七杀豪宅七杀，兄弟们，拿下豪宅，咋样？这一波落地非常完美啊，完美衔接，兄弟们。应该是没了。其实那两个如果没他在上面保护啊，早就死了。他也不打下面两个，我也不敢直接出去。不知道有车来我这儿啥意思？这车的人还挺多，俩人。他的红点没拿是吗？那个人旁边有红点啊。这有一个。我那 AK 声音这么尖锐，没有吧？唉，这两个人找我简直就是找死啊！妈七杀的豪宅霸主还敢？这应该是他另一个队友，他们一队萨马丁的啊，我是这么样理解。两个，你看这边俩，这边俩。好，足以勾引他们过来了。这四个都挺迷的，他不知道我位置，感觉我他妈隐身了，兄弟们，感觉四个人的这个意思完全被我拿捏了啊！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哪儿，非常的痛苦。他们已经被我打怕了，我感觉啊、哦。
就感觉他们已经对我产生了恐惧，不知道该往哪去了。直接落地11杀，拿下豪宅，我天啊！这把落地杀的还算个样啊！他们是萨马丁的人，我一看他们那小样我就知道了，想来这边劝架的。走吧，超完美前期。这何止是超完美前期，这落地11个究极完美前期啊！